你关了干什么呀？革命军打过来了，咱们得派兵反击。对策不早就有了吗？北伐，北伐！革命党打过来，有南方的部队先顶着，这叫鹬蚌相争，让革命党和南方的部队先拼个你死我活，我们好渔翁得利呀！哥，等他们真打过来，咱们就晚了。弟弟啊，你从小生活优越，没受过什么苦，这种事啊，你听哥的就对了。这叫政治，实在不行了，咱们再打仗。哥，别再用你的老眼光去看待新的局势。而且你送我去军校，毕业之后又出国学习经济，那有关于军事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问题，你是不是应该听一下我的想法？好，这边说。哥，现在的形势呢，就像群雄逐鹿，大家都想着用武力统一全国。可是我的意见是，仅仅有枪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得有钱，还得有民心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制定一些相应的民生发展政策，比如说，搞工业，发展贸易，办银行，修铁路。只有工商业发达了，我们才有充足的税源；只有如此，我们才有财力充分扩充军队，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，也才有能力扩大经营。这样，老百姓就有了富足的生活，也算是我们有了民心。只要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，我们的后方就可以得以稳固。说的有道理，继续。现在革命思想在全国蔓延的非常快。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选择支持南方的革命党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给百姓带来了希望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我们也可以让百姓看到希望的话，那百姓一定会选择支持我们。说得好。那你说的经济政策都有哪些呢？具体的政策不是一句两句就可以说明白的，我们得从长远的利益出发。哥，我先试着起草一些文件，回头咱们还得开会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，这是当务之急，要先引导舆论。哎，这好办，登报纸广而告之嘛。登报纸太简单了，效果远远不够，我们必须让他们做一个比较深入的采访。我们可以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然后呢，面对面进行一个专访。我们必须要跟记者搞好关系，这样他能帮我们省去很多的麻烦事情。有了社会舆论的引导和支持，我们就算占了先机。好，那新闻发布会的事儿，你现在就去办。是。敬礼。师傅，欢迎欢迎。世康。在，你干嘛搞这么大排场？哎，都是自己家弟兄，没事儿。如芳啊，手怎么了？哦，报长官，一点小插曲而已。不许调侃我！开玩笑嘛，师兄。哎，对了，我这次跟飘逸来啊，难得出来玩一次，你可要好好招待我们。哦，长官好。你看。好了好了，我带你们出来可是有正事的啊，都不要开玩笑了。师傅，您放心，徒儿在这儿，保证您这趟既办了正事，又让如风他们玩得开心。里面请。师傅您看我这里还不错吧？是啊，不错。哎，飘逸啊，你知道他们练的是什么拳术吗？他们的招式好像没见过。飘逸，部队里练的叫擒拿格斗术。擒拿格斗术？没错，擒拿格斗术融合了各派武功的特点，讲究出奇制胜，没有那么多规矩。在战场上英勇杀敌，哪有时间思量？只讲究最简洁、最快捷、最有效，当然也融合了太极的拳法。这都多亏了师傅的指点。战场不比擂台啊，对功夫也要因时而变。师傅说的是，这边请。 哎，飘逸，走啊！哦，我已经在陈家沟周边加强了戒备。师傅，你尽管放心，有徒儿在，一定确保武林大会如期举办。嗯，咱们陈家沟的防御工作就靠你了。太极门举办这次武林大会，到时候江湖各路豪杰都会如期参加。如果出现什么意外， 咱们太极门难辞其咎。哎呦，爹，你也太多虑了。来参加武林大会的那都是各路好手，什么山贼啊、土匪啊，怎么敢来侵犯我们太极门嘛？嗯，所谓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师傅呢是担心殷啸天会趁机使诈，这样子不单会危害太极门，还会祸害整个武林。师傅， 您大可不必担心安全问题，如何在武林大会中取胜，这才是重点。如今，如风受了伤，我们打算派谁做代表呢？我打算派飘逸代表太极门出战，他现在练功比较勤奋，功力大涨，已经超过了如风。嗯，飘逸果然不凡，加油，一定要加油！嗯。 哎，哎，外面什么声音啊？哦，都是我手下那些弟兄在比武切磋，图一热闹。哦，比武呢？啊，哎，飘逸，我们去看看。走走走走走。不好意思，让让。哎，不好意思。起来起来！ 还有谁？哎，飘逸，这小子有两下子。嗯，何止有两下子？徐长官武艺高强，无人能敌啊！还有谁不服的？上前一步。这位兄弟，有志气，请。兄弟，你误会了。哎，飘逸啊！ 这要不是我手受伤了，怎么可能把这种机会让给你呢？再说了，你不是早就想练练手了吗？哎呀，上吧，飘逸。我看还是算了，我手下这位弟兄功夫超群，他曾经一拳击倒过一头牛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嗨，师兄，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啊？这两个人比武，不就是点到为止吗？ 飘逸啊，他打起来可是六亲不认的。飘逸，你不是想增长实战经验吗？上去试试吧。请。好，上！来着。嗯。 停！不得无礼！飘逸啊，哎，你没事吧？你为什么不上来啊？可我的手，都怪你呀！飘逸，我这位弟兄平时莽撞惯了，多有得罪。不能怪这位大哥，是我技不如人。嗯，都散了吧，经理。哎呦，走，真一点，有点意思。飘逸啊，切磋武艺，不必把胜败放在心上。嗯，师兄，那个人会不会参加武林大会啊？师傅，他确实报名了。飘逸，看来你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呀。 他怎么能打过你？对呀，咱是最厉害的。好了，吃饭去，师傅。不自量力，请。哎，算了，走吧。哎呀，都怪你，我这手确实伤了呀。怎么办？这陈家沟到处都是郑世康的部队，每天都搜捕10来遍。照这么下去，咱们早晚会暴露的。哼，现在人多眼杂，我们不宜行动，我们就先休养生息，按兵不动。正好，我也借这个机会将伤养好。等比武大会结束以后，我们就直取朱飘逸的性命。 夺回龙头杖。好消息，张林海要召开记者见面会了，这是邀请函。张林海这个老狐狸终于肯公开露面了。那我们派谁去执行任务才合适？你先去确定发布会的具体安排，根据安排我们制定出采访计划，具体人选我已经想好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 乔装成记者还让我采访他，我怕我一见到张林海就忍不住先给他一刀。不要总想着刀，有很多比刀更合适、更好的武器啊！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唉，你是说他吧？你有见过记者带枪吗？再说新闻发布会有很严密的安检，刀枪都带不进去哦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 笔？你是说让我用笔尖戳死他呀？当然不是，这是一个小型暗器。哇！这个东西这么厉害啊！记住，有效射程不能超过5米。 师傅，幸会幸会，请。啊，幸会幸会，请请，幸会幸会幸会，请。哎，幸会幸会，里面请。幸会幸会，好久不见好久不见，请。好，陈掌门。 里面请。好，哎，爹，都到齐了。好，殷啸天的人有没有混进来？嗨，今天的太极门那是戒备森严，再加上武林各路英雄好汉都到了，殷啸天他们不敢怎么样了。嗯。要说这个，我真他妈来了。 欢迎各位掌门远道而来，太极门荣幸之至。今年的武林大会在陈家沟举办，我太极门一定竭尽全力办好本次大会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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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得好啊！各位，明天就要比赛了，你们大家一路辛苦了，今天就早点休息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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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师傅。我军务缠身，先走了。怎么，不留下来看比赛了？不了，我留了一个连在这驻守，预祝太极门取得好成绩。嗯，好。嗯，副官在，一定要保护好太极门的安全。遵命。走了。嗯。 飘逸啊，明天就要比赛了，你可千万不要轻敌啊！听说明天的对手是许军官，我完全没有把握，怎么办？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善于战斗的人，首先创造自己不可战胜的条件，然后再寻找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，使自己不被战胜。 师父的意思是，先不要想着如何击败对手，而是先想着如何不被对手击败。嗯，对。如风，嗯，你说说，为什么你总是输给人？我总是想着如何击败对手，所以。没错，我们太极讲究的是以静制动。 主张的是防守，而不是进攻。输赢那是比赛之后的事情。首先，面对对手的第一次进攻，那是当下的事情。所以，你不考虑当下的事情而想到将来，是为不务实。徒儿明白了。如风，哎，飘逸明天的这一场很重要，你就不要打扰他了。好。 明天你对手的全路为架子，它有5个基本拳式，分别为大顺鳌小拜，统称庄步武式。宁儿，你听见我在说什么了吗？嗯，庄步武式，大顺。宁儿。 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什么。宁儿，我知道你在想明天比武的事情，不要去多想，放轻松一点，顺其自然。这样，今天也学不进去什么了。早点休息，啊。师傅，您说，飘逸打得到决赛吗？ 那您觉得我拿得到冠军吗？宁儿啊，师父相信你能拿冠军。谢谢师父，徒儿一定会尽力而为。早点休息，好。 下场对阵的是许东和朱飘逸。许师傅，谢谢上次的赐教，请。朱师傅赐教。嗯本场获胜的是太极门主飘逸。好，下场比武是李不明和马宁儿。 本场获胜的是马宁儿。好，好，下一场张小然对战郭大辉，累不累啊？不累。怎么样，看不出来什么破绽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韩丽雪，是和平通讯社的记者，想要采访张林海。是张林海大帅，千万不许意气用事。哦，张林海大帅，好，放心吧。好，那你去吧，我等你。嗯，好。 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你们去后面包抄，防止张林海从后门逃走。柳迎春怎么办？无论刺杀是否成功，只要柳迎春的身份暴露，就把他杀了，不留活口。是。手抬起来，把手抬起来。 往前走。欢迎各位，此次新闻发布会。大帅，出去。是。切切证据怀疑真相，还历史的创造。哥，背熟了吗？记者都来了，我背什么背啊？我读都读不下来。这上面全是一些客套话，有什么用啊？ 哥，跟记者打交道，这算是规矩。我不管什么规矩，反正这些狗屁新闻发布会啊，我不去了。你不去怎么行啊？上海所有的记者我可都请来了，都等着看你呢。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堂堂一个大帅，什么狗屁记者会都给我问来问去的，我丢不丢人呢？我。哥，咱们去回答记者的问题呢，是为了更好的传达咱们的想法和态度，又不是审问，有什么丢人的呀？是吧？ 你再看2遍，好不好？这稿子是你写的吧？啊，你去。我，哥，你是大帅，记者是冲你来的，我去算怎么回事啊？你也是将军呢，你是我弟弟。外面的记者都在等您。哎，知道了。哎，你去吧，你去。哎呀，你去吧。哎呀，你真是，真麻烦。 张将军到！你好，我是革命报的记者，请问张大帅什么时候到？实在抱歉，各位记者朋友，大帅呢身体突然觉得不适，所以委托我来替他参加这个发布会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我尽量给大家满意的回答。 请问张大帅是如何看待南方革命军北伐的这件事情呢？张大帅是一个非常爱好和平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希望用武力解决这件事情，我们还希望可以大家坐下来谈判。有传言说，大帅这次来到上海是为了筹钱来扩建军队，请问传言是否属实？这个传言，你说对了一半。没错，我们这次来上海的确是来筹钱的，可是筹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扩充军备，而是要把这笔钱用在提高百姓福祉上，比如说，平抑物价、提高购买力啊，兴建几家大医院啊，扩建新的道路等等等等。 请问这些钱怎么才能确定不是用于军事目的呢？这个其实挺简单的，筹钱呢是大家的功劳，所以呢每一笔钱的去向我们都会公开，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知情权。请问你对于张大帅的粗暴统治有什么看法？坐下，你是哪家报社的？坐下。 张副官，您是哪家报社的？我是和平通讯社的，我叫韩丽雪。韩记者，你好。首先呢，我要纠正一个你的错误认识。刚才我说过了，大帅是一个非常爱好和平的人。可是当下国家动荡，恶人横行，所以在这种非常时期，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。 对一些扰乱社会治安的家伙打压、处理，从而呢保证人民百姓的生活安康。那么，请问，在这个非常时期，到底由谁来评判呢？这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的，这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问题，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。所以我相信，只要是正义的，就一定可以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 你的问题结束了，坐下，坐下。张副官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了。请留步。你好，韩记者，我对你刚才提问时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特别钦佩。啊？哦。可是，你不觉得我刚刚是在为难你吗？不会啊，作为记者代表民意发声是你们的本分。所以呢，我想。 跟你交个朋友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多交流一下。交个朋友？嗯。哦。嗯。刚才没有看到张大帅，很遗憾啊。是啊，大帅突然觉得身体不适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可以带他一并回答你。 哦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真没想到张林海没有来参加发布会。 真是太可惜了，你要有耐心，张林海他迟早会出现的。不过令我奇怪的是，我离开的时候，那个张天行他过来跟我说，他想要跟我做朋友。这是好事啊！既然现在你能引起张天行的注意，我们可以顺水推舟接近张天行，利用张天行来刺杀张林海，这也可以吗？嗯，那。 我要怎么样去接近那个张天行啊？你要获取张天行的好感，张天行是张林海的弟弟，这样你就能打进张林海的集团内部。获取好感？你是说让我去讨他欢心？对，不行，我不会做出卖自己的事情。迎春，我不是想让你出卖你自己，只要你能获得张天行的喜爱或者好感，你就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张林海。你能杀了他，就能为民除害，能为你的家人报仇。迎春，如果你想报仇的话，这是我能想到最快的办法。行。 师哥，来吃块西瓜吧。今天好多人都被淘汰了，真残酷。嗯，是啊。但不经过淘汰，又怎能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呢？嗯，我还以为你在同情他们呢，真搞不懂你。我同情他们，可谁来同情我呢？说实话。 我参加这个比武大会，就是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，能不能去报仇。思路，你支持我报仇吗？我支持你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支持你。可是师父就是不支持我。我爹他其实是因为关心你才不支持你的。师哥，我跟你说实话。 其实你今天在擂台上比武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担心你。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以后无论是比武还是报仇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千万不要再受伤了。你放心吧，师哥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嗯，那就好。来，吃块西瓜吧。嗯，你一定要好好休息，还要准备后面的比赛呢。嗯，甜吗？ 嗯，很甜。嗯，你也吃一块。哦。嗯。飘逸哥，这次获得胜利有什么想法？怎么啦？不开心啊？开心不开心都要比下去啊。 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其实胜败输赢对我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你倒是挺想得开的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哥为了比武这个机会，天天做梦都想去。但是我看你，都不是很在乎。如风他就是太在乎输赢，才会在比武之前出了岔子。可是胜败关乎到尊严。 如果不这么在乎输赢的话，那为什么还要学武呢？当初我是为了报仇，但现在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心态。心态呢，决定结果。以前的我，一心就想着要报仇，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只知道抱怨。 但经历了这次比武之后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。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所以，你是想调整好心态之后，再去报仇是吗？ 小一哥，你能不能不去报仇啊？毕竟我觉得输赢是小，但我不想你有任何危险。清源兄啊，宁儿这次进决赛了。我知道。真没想到这两个孩子凑到一起了。那么多的高手，我宁愿宁儿输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清源兄，这两个孩子之前一直有着深深的隔阂。之前的事情你也知道，宁儿对飘逸 有着不小的怨气啊！我也不止一次的跟他说过，可是他每次都要逃避。这俩孩子今天在决赛碰到了，我看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呀！蒲方兄，我觉得飘逸对输赢不会太过计较，可是宁儿他计较啊！宁儿可不像飘逸那么心宽，那么大度，他自尊心很强， 喜欢争强好胜，所以啊，我担心，如果宁儿他输了，会记恨飘逸呀。这俩兄弟刚到太极门的时候，我就试图出面化解两兄弟的矛盾，可是，就算我出面了，也未必化解得了。想当年我跟我的哥哥，就为谁继承太极门的掌门 而发生过争执。后来我哥哥看透了这一切，于是他选择了国家，选择了民族大义。多年以后，我才发觉我自己的理想是多么的渺小。蒲方兄，你放心，现在两个孩子年纪还小，以后他们会慢慢知道的。清源兄说的有道理，我期待他们成熟，也期待他们彼此释怀的那一天。 那清源兄，我先告辞了。好，告辞。飘逸，飘逸，对手出现了，是马宁儿。我觉得你一定能赢马宁儿。输赢我也不敢保证，我只能做到 将师傅和师兄教我的全部发挥出来。嗯，加油，没问题。在采访张天行之前，你首先要熟悉他的所有资料。这么多资料，你从哪弄来的？ 张天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他是张林海的亲弟弟，是少有的几个平时能接近张林海身边的人之一。这些资料还只是一小部分，其他的资料我还在派人搜查。不过这上面的每一点你都要牢牢记住，千万不能有一点纰漏。他还读过军校，留过学呢。没错，张林海一直在台前，张天行在幕后。张天行曾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军校，毕业之后又被安排出国留学考察， 接受了很多西方教育，他也是一个具备全面军事才能的人物，自然也是张林海的左膀右臂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张天行他不会武功，但是也不能小瞧他。张天行虽然不会武功，可是他的枪法很好，在军校的时候曾是全校的神枪手。哦，那他这个人为人怎么样？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显示， 张天行为人很随和，跟他哥哥张林海截然相反，这一点他们真的不像兄弟俩。而且我们还调查到，张天行目前单身，上海的很多交际花呀、大家闺秀啊都很喜欢他。不过张天行对感情很认真，他和那些名媛啊、交际花从来只是逢场作戏。出国前，他曾经跟一个女大学生有过一段恋情，但是因为他哥哥张凌海的阻止，无疾而终。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。可是现在你却能引起他的注意，这就说明他很有可能对你有好感。我们就要善加利用这一点。我明白了，只要是对我有好感，就会对我放松警惕，到时候就能帮我引荐张凌海。没错，所以这次的采访就是一个突破口，我们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。好，没问题。 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韩丽雪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跟你们张天行、张将军约好了今天见面。您先在这儿休息一下，我去通知将军。哦，谢谢。报告，说，将军，外面有个女记者要见你。没看我忙着呢吗？等一下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哪个女记者？那个女记者说她叫韩丽雪。韩记者来了，怎么不早点说？赶紧把她请进来。是。哎，等会儿。你去忙你的吧，我亲自出去接她。是。嗯。 不好意思，韩小姐，我刚刚有些公务要忙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公务要紧，我能理解。那办公室聊聊。嗯，好啊。 没想到张将军，您的办公室这么漂亮，过奖了。哦，我知道您很忙，我也不想耽误您太多时间，我们直接开始采访吧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巴不得找个理由可以休息一下。我们那边坐，请坐。嗯，有什么问的尽管问，我一定配合。谢谢。那我们开始吧。 请问这次您跟张凌海大帅来上海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要推动全国的和平进程。嗯，推动全国的和平进程指的是什么？坦白讲，上海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，也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地方，更是一个各种势力都垂涎已久的地方。但我最喜欢的。 是上海这个地方机遇与挑战并存，所以，如果想在全国推动和平进程，那么上海必须是第一站。我和大帅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在上海主持一次和平会议。嗯。有传闻说，张大帅这次来上海是来借钱的，也有传闻说这是野心勃勃之举，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传闻呢？ 传闻终究是传闻，雾里看花，终隔一层。当然了，如果大家非要这么说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就当是为民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做点贡献吧。那您可不可以接下来具体跟我们说一说，关于这个和平进程指的是什么？现在国内这种军阀混战的局面，根本不利于我中华复兴。想要振兴中国，首先第一步必须要统一全国。只要有一方足够强大，就可以依靠武力统一全国。到那个时候，再走经济发展的道路，让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，绝不向任何人低头。 那您是怎么看待关于内战不息的根本原因呢？这个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，但是总的来说吧，可以分为2点。第一点，就是中国的主权遭到了破坏。现在的那些各国列强都想瓜分中国，可是他们很明白，一旦他们采取军事进入，那一定会遭到中国百姓的顽强抵抗。 所以，他们就会选择在国内扶持一股力量，来为他们代言。那么，请问，你们是属于哪位列强呢？我们不属于任何列强，我们只属于中国百姓。接着说第2点，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遭到了破坏，诸如忠恕孝悌啊、礼义廉耻，这些非常优良的传统。 现在已经开始消退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巧取豪夺，蝇营狗苟。失去了道德的约束，人才会做坏事，你说对吧，韩机长？张天行气质儒雅，才华横溢，文韬武略自有一套，和他哥哥张宁海的残暴蛮霸完全相反。看来他的思想水平非常高。同一个家庭，差距怎么这么大呀？ 韩记者，请继续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您跟张大帅是亲兄弟吗？你觉得不像是吗？不像。是我们俩是亲兄弟，但是因为教育背景的不同，再加上年龄差异比较大，所以我们俩的性格跟思想截然不同。啊，是我冒昧了。 不会，没了，就这些。谢谢您的配合，整理完之后我就可以发稿了。好，那辛苦韩记者了。不客气。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。别太客气，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。您跟张林海大帅真的是截然不同。 其实我一直仰慕大帅，今天听你说你们的政治思想，我更想拜见他本人了。所以你是想采访我哥？如果真的能够采访到张林海大帅，我想应该是我们整个通讯社的荣幸吧。将军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好，我还有些其他事情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们再约。好，再约。 这得熬到什么时候？不是有句话说叫“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”吗？明天是比武最后一天，趁着人多搞点乱子，趁机把龙头杖抢出来。这个主意好啊！这样聚集在太极门的上百号高手，就可以联手把你抓起来。上百号人呢，就算每人打你1拳，哼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等队长回来安排吧。偏偏遇到这种破事儿。 明天的决赛啊，有很多人看着呢，咱得穿件漂亮的衣服啊。谢谢师傅。宁儿，明天的决赛，你跟飘逸的输赢并不重要，而是借这次武林大会啊，相互切磋，熟悉对方的武功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切磋归切磋，但我还是会赢的。 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他是什么水准，我很清楚。宁儿，飘逸最近一段时间进步很大呀。可师傅，我也在强大呀。你很在乎输赢吗？嗯。师傅，你忘了，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武功最强的人。宁儿，那万一有的人比你武功高呢？那我就更努力的练功，超越他。 你上进的心情，师父十分理解。可是宁儿，咱们做事情可千万不能急躁啊！比武是咱们练武之人提高自己修为的方式，并不是以此来定夺成败。胜败是常有的事情，赢了不骄不躁，输了再接再厉，千万不要气馁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师父。师父您早点睡吧，我先回去了。 本届武林大会决赛即将开始，对阵双方是朱飘逸和马宁儿，请两位登场。师哥，小心点儿。放心，我会赢的。宁儿，承让了，希望你全力以赴，不要藏实力。 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那就好。吞噬人的良知，让人变得阴险。 本届武林大赛的冠军得主是朱飘逸。 师哥，你没事吧？没关系，你在我心里面是最棒的。师傅，我赢了。我看到了，飘逸，你是我们太极门的骄傲。啊，师哥，师哥，师哥。 啊！怎么可能输给他？我没有输，我可以赢他的。师傅，你对我太不公平了！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对我，老天爷，你对我太不公平了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！ 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自己是不是在梦里？兜兜转转，全都是你身影。我的视线与一颗心被占据，冥冥之中多幸运遇见你。无论将来。 我们的命运会怎样？我都会在你身边，永远都不会离开。如果有一天，一双手能把你抱紧，人生再没有遗憾可惜。我们要在一起，不畏惧。 老天爷，师哥他并没有错，他这辈子命已经够苦的了，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换他的幸福。 宁儿，你来干什么？来向我炫耀你打赢我了是吗？如果我知道你那么在乎那个冠军，我会让给你。不要用这种同情的口气跟我说话，你忘了你说过的，要全力以赴吗？可是，你要我怎么做才好呢？其实你打赢我。 我还是挺开心的，至少我以后有一个可以想要超越的对手。就像你以前总是把我当做你的目标一样。我没有把任何人当做对手，我只是顺其自然，慢慢的变强。那你为什么要变强呢？跟你一样，为了报仇啊！嘴巴说要报仇，心里想的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吧？怎么样？太极门的安逸，让你失去了斗志，是不是？ 跟陈荣宇在一起很快乐，是不是？迎春和爹是怎么死的？你忘了是不是？我没有，只是我们不能急功近利，要先把武功练好啊。可你武功已经很强了，为什么不去报仇呢？你看，你就是这么软弱。你承认吧，你的心就是这么懦弱。是，我很懦弱。 但不是因为爹、迎春、大家的死令我陷入恐惧，也不是因为我担心失败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我有更重要的任务，是爹交给我的使命。就是因为这个使命，我才决定，我不能白白去送死。宁儿，报仇这件事情，我们能不争吗？争？我能跟你争吗？反正我什么都争不过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有什么使命，我只有一个使命，就是亲手杀了殷啸天。 我也不管你报不报仇，只要时机成熟了，我自己会想办法报仇的。所以，就算我死，我也无所谓。拿了冠军还不满意，还要跟我谈什么使命？根本就是个找借口的懦夫！师哥。 我给你做了汤，快趁热喝，来尝尝吧，喝一点吧。心情喝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这只是一场切磋而已，输赢并没有那么重要的。我只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输赢只是一时的，虽然你这次没能拿到冠军，可并不代表你的功夫就比飘逸哥差呀。 我不服气，明明就是我的功夫比较好，却是这个结果。明年还有机会啊，你就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再为难自己了。你的手烫到了，疼不疼啊？没事，不疼。都是我不好，总是莽莽撞撞的。师哥以后会小心点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了。没事的，你。 心疼了？进来。怎么样？采访的如何？采访倒是蛮顺利的，但除了采访，没有找到任何接近张令海的契机。不要着急，欲速则不达。 他有约你下次见面吗？还没有。看来我们是要自己创造机会，让他对你产生更多的兴趣和好感，大幅度推进你们的关系。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工作上的交往毕竟不会太多，还是要靠私下的约会才能多接触，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契机。 私下单独约会啊，可是我不太懂，怎么跟陌生男子单独约会。放心吧，接下来我会为你安排一系列的训练。这还可以训练？这是什么？这些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行头，来帮你好好打扮一下。 想要利用张天行获得见张凌海的机会啊，就要下足功夫吸引张天行，让他对你有更多的好感，甚至于迷恋。最好呢是让他离不开你，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为你手中的傀儡，任由你摆布，知道吗？女人最厉害的武器，就是自己的身体，尤其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。 你是让我去勾引他呀？只要掌握好分寸，一定会事半功倍。这种无耻的事情我不做。你呀，这怎么是无耻的事情呢？我又没让你跟那个男人结婚，也没让你动真心，只是让他对你产生好感，你也可以不动真心啊。难道就为这一点，你就要放弃刺杀张凌海吗？可是。 我相信你一定一学就会，关键是如何能抓住张天行的眼球。我相信这条大鱼一定会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。对付男人，尤其是一个已经对你有好感的男人，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你现在要做的呀，就是好好包装一下自己，掌握好分寸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吧。你呀，粗心大意的。你说我现在学了这么多，我到底应该怎么运用这些，才能让他对我心动呢？这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人去跟踪张天行，掌握了他的生活规律。到时候你只要适时的出现，按照我教你的东西，一个微笑就能将他的心俘获，剩下的一切都将会是水到渠成。好。 哥，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你什么时候会煮菜了？哼，正确来说呢，是学会了煮汤。好，我尝尝。嗯，怎么样？你放了多少盐啊？我就。 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啊。那这个没事，我们可以下面吃。我先尝尝吧。还可以下面，你确定？可以啊。这个是我们河南很有名的汤面，好香啊！嗯，尝尝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好吃啊！真的吗？真的是用我煮的汤弄出来的吗？对啊。嗯，那我煮的汤也不错啊。飘逸哥，哎，哎呀，我来吧。哎呀。 我想帮一下忙，从小到大我什么都没做过。来了太极门呢，又一直受你的照顾。我也不小了，应该学会自己做了。可是，这种事情本来就不该你们男人来做啊，我来吧。哎呀，就让我帮你一下嘛。那，我们女人本来就应该照顾你们男人的嘛，你要是都做了，那我们干嘛？ 那好吧，那你教我。嗯，好，我教你。那你看啊，这个线呢，要从这里穿过去，然后呢，再穿回来。嗯，哎，队长，这太极门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太极门守备森严，我只能从外侧观察。不过，我已经查清了情况。从武林大会的规模来看，太极门至少有200多人，而且个个都会功夫。哎，我说队长，要不咱让雪莲去勾引朱飘逸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为什么是我去？你除了会勾引男人，还有什么用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说什么你自己清楚。女人嘛，谁不喜欢啊？够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吵架？这马宁儿这几天也没消息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会。这次比武，他输给了朱飘逸，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。 怎么样，我没猜错吧？到现在，尹小天还想着马宁儿这颗棋子呢。哼，马宁儿这次绝对不会对朱飘逸手下留情的。要是让马宁儿抢了先机，那我们就失去夺龙头杖的主动权了。你说这龙头杖里面，到底藏了多少宝贝啊？据说藏了10吨黄金呢。多少？10吨黄金？哎呀！ 怪不得张大帅拼了命也要拿到龙头杖，10吨黄金，怎么花呀？嗨，我不用那么多，给我一块金锭就够我全家吃一辈子了。我还指望这笔钱回家买地盖房娶媳妇呢。嗨，娶什么媳妇啊？有点野心行不行？这野心大了，容易引起猜疑。这贪狼死后，队长肯定在怀疑咱们。夜长梦多呀，我看。 先把马宁儿给除掉算了。哎，这马宁儿要是死了，谁引朱飘逸出来？我的意思是啊，把马宁儿跟朱飘逸一起除掉，先下手为强。我怀疑这雪莲也想先下手夺得龙头杖，不如把他一起除掉。你就这么想雪莲死？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他不死，活着有什么用？ 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？别看这姑娘功夫不怎么样，可是她和队长的关系不一般呢。要是她出了什么事情，队长肯定会怀疑。哼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弄死她再说。这个还需要咱哥俩一起合作才行呢。这一大清早的，他要去哪儿啊？我去看看。够了！队长，马宁儿已经来了，他是不是已经摔掉了？听说你师傅梁府方已经怀疑到你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怎么办是我的事情，这件事就不用你们操心了。嗯，马宁儿。 你是个聪明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也知道，跟我们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。你加入张大帅的亲卫队，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。而且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除掉朱飘逸。怎么样？你考虑考虑。你不是想学鹰爪功吗？天底下最厉害的武功。 加入我们吧！凭你们的能力，就算我不帮你们，也能除掉朱飘逸。那不如我顺水推舟，送你们人情。好，没见过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太好了。那要我怎么做？雪莲，把我们的计划说给他听。是。 是去找马宁儿了。嗯，马宁儿现在是关键棋子，看来整盘计划有所推进。那他们为什么不叫上我们呢？不会是要单独行动吧？梁府方要是碍事儿，就把他干掉。队长，我们的目标不是龙头帐吗？ 有必要牺牲那么多无辜的人吗？哼！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居然还不了解我。在我眼里，为了龙头帐，那些阻碍我的人，他们就跟树底下的蝼蚁没什么区别。只要能拿到龙头帐，可以不在乎任何人的性命。 师傅，宁儿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练功去了。练功去了？哼，是不是又在偷偷练什么鹰爪功？你还去了竹林深处，是不是又去见了什么人，练那个下三滥的招式？我没有啊，师傅。你没有，宁儿。 我真的不希望你练跟八极拳不相关的功夫，师傅，我觉得您是在偏袒自己的武术。就算我用出那些招式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